你好，阿狗啊，你叫，有当时啊，不是美丽六，嘛袂甲市长遐难吼，所以行政首长有他的困难性啊，所以必须要利用，更加利用马盖先的精神啊，去解决问题啊。那第三个精神的是勤俭持家的精神啊，我讲，因为我是一个劳工家庭长大啊，我妈常讲的一句话就是，欠比赚较紧啊。当然我们这个负责一个市政，不是只有节省就有办法解决事情，还要开源。但是呢，十六直接讲到十七，十八，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请往前排，谢谢。啊，在这边再提醒，娇小的一位女性，一位小姐，那她呢很厉害，她写了贴身访问的赖清德市长，然后写了这一本书。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借一下你的双手，安居乐业。那我们看到左手边这边的摄影师，来一二，安居。